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4期的节目。官方的主力产品 Kingdom 系列已经完结，但是呢，有一些玩具呢，我一直到这几天才把它收齐。其中有一款就是这个化石或者是骨头恐龙系列的这个，它的名字呢直接翻译是叫这个 wing 是翅膀，后面这个 finger 是手指。就是一指的意思。那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因为它是一个乐高式啊，拼凑的组合式的，那么这一类的金刚的话呢，通常我都是最后才会去收。那甚至这一款我本来不打算入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嘴巴说不要，身体还是很诚实。它的台币的定价是原价是899啊，真的是非常的贵啊。那么打5折，然后就。趁着这一波的特价呢，就干脆把它给入了啊，因为这个价格应该是不太容易再低了。那么这一款当时为什么，其实先前虽然有很多的组合金刚，但我最后还是都买。但是为什么这一款我可以铁了心本来都不打算入呢？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单薄，就一整个就是这个也太零件也太少了吧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没有特别去关注它。那么这个实际上呢，以这个价格买到的话呢，突然觉得它非常的好玩。哎，说到底还不是价格的问题吗？那么呢，在之前呢，在分享玩具之前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里头的这个卡片的话呢，我这个拿到的是 Megatron。然后呢，这个可能有人知道，但是我还是提一下好了啊。王国系列里头的这个人物卡的话呢，这个金碟是好像可以窥探过去未来是吧？那么呢，这个。Mega 说的未来是什么呢？对，应该有人已经猜到了，他的未来会变成 Gabazon，就是格威龙或者叫惊破天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里头人物的一个过去啊，就他的未来了啊，是隐藏在卡片里头，也是一个金碟的一个梗了啊。这个玩具已经王国系列做到最后啊，我才把这个。东西拿出来聊，那么这款翼指的话呢，可以说是目前吧，我觉得玩起来可能是最简单，但是乐趣度呢非常高的。首先的话呢，它的一个头型啊，这个是一个忍者的头型，对，没错，它是就是忍者忍者的一个风格 style。那么这个双刀啊什么的话呢，完全是你也可以把它反过来拿也是可以啊。这个家伙摆起造型来说的话呢，出乎意料之外的有趣。还要好看啊，对，这个样子不错啊。那后面的这个大型的鸟头，这个看你喜欢怎么摆。它这一款的话呢，关节的话呢，这边啊比较松，有时候容易去碰掉。那么其他的话呢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头上啊，这里要可能它这里有上一个漆面啊，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会去刮到的感觉。那派系的标志印得非常的清楚，你要把它的头呢合起来。啊，或者是把它给打开，我觉得都行。主要是后面的这个头冠，这个就是忍者的这个头饰的这个感觉。那武器的话呢，你要把它反握，当然是没有问题啦。就把它握到这个反手握持，完全是 OK 的。好，那么另外的这个，你要把它拿下来当武器去拿取也是没有问题。然后合会的话呢，好像是把它给合会，好像是把它给反握还是怎么样？好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忍者的武器啊？我不是很清楚啊，反正就端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啊。那么脚的话呢，就可动是比较好的啊，有多重的关节，但是呢，有一些这个角度是只能朝这转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可以往上，其实就不行的。那人形大概就这个样子吧啊，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然后它的为什么我说这款非常简单呢？原则上它就是。它不需要拆到很多，你只需要把这个地方拆开啊，两侧拆开就可以了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就非常的简单，这个手臂都把它给往上转，转上去之后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两处组合啊，它的整个一个拆卸的过程是远比其他的这个组合金刚来讲的话，这一款是比较简单的。转到这一侧，把它给扣上啊。这个头的话呢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脚掌啊，稍微组合一下，到这边啊，后半身已经完成了。
那前半生呢，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扣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刚刚的一个人形啊，有点好笑，刚刚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把它反过来啊，变成是扣这一边啊，就只是这样而已，换扣在这边，所以它非常的简单，它的变形就是前后啊做一个反过来这个插上去就行了。然后它的翅膀的部分是这样子啊，这里有两个孔洞是要朝前方，然后呢，这个翅膀的话就是你就转一个角度，让它能够往后放就行了。那么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爪子的部分呢，它是反过来啊。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应该比较正常。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它的翅膀这一块呢，就会显得不自然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组合上去，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好，它的组合真的非常的简单，到这边。好的，那么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头啊，这一块是往下转啊，这里扣上去，再往前面啊推一下。这个翼龙的一个造型就算 OK 了。当时为什么我会对这一款非常的无感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太单薄了吧，就是太瘦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拿到手之后还是觉得挺好玩的，还不是真香。那么这个手爪就是我提的啊，它这个往前面这样是比较奇怪，但是因为它你这么转好了啊，那这一块就会在前面，啊就非常的不自然，你怎么转都没办法转到后面。所以我们只好迁就一下，转到这里。那么两腿的话呢，你当然也是可以让它站立的，就是朝这个地方，它不是有个开口吗？开口，这里可以把它转到开口，转到朝前，这样子，它就可以有一个站立的一个形态。那这个头当然就往下放下来。翅膀的话就自己做一个调节，非常简单。然后这个嘴巴可以张开啊，张开，很大啊，它这个嘴巴啊。它如果你，它你打开它会自动张很大，但是你要控制它不要张那么大，你就是利用这个凸，这下巴这里不是有个凸吗？稍微就把它抵住，这样，好，它的嘴巴就不会张得太大，也是有一点点呆萌的感觉，对吧？好，如此这般，那么按照说明书的说法的话呢，它当然是可以再拆解成很多的零件。然后变成其他人物的武器啊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对他太不公平了。那在这个形态下呢，当然也是有一个其他的组合的一个形态了啊。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翼龙的状态呢，实在是太，就是太单薄了。那我个人的话呢，就还是喜欢把它怎么样，变成是一个，在地上爬的一个姿态。那这个做法也是很简单的啊，我们就是需要把它的一个。手臂啊，自然的往前面给放下来，然后呢，下半身这个地方啊，把这个地方给解锁，解锁打开，然后翻折180度，内外翻折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脚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反转，到这边啊，让它是一个地上爬的一个样子，那么如此这般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地上攀爬的一个怪兽的形象啊。我觉得这个比翼龙感觉要还有诚意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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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影里头，好像还是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怪兽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嘴巴当然也是可以张开的啊，嘴巴是可以张开，好，还是很凶的。那么呢，如果你从下方的角度往上看，还有一点坦克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要把这个拔下来的扣在上面的话，也不是不行啊，就是上方就是变成一个，就是更加畸形的一个怪兽啊。前面有一个像是发射火炮一样的东西。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的话呢，这是我一款在特价的时候呢把它带回家的玩具啊。那玩起来的感觉就真的是很香了，对吧？然后变形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简单哦，就几乎不太需要什么记忆了啊，就不太需要。涂装什么也都还可以，就是这个部分感觉啊，这个地方感觉比较松，这个插孔略松，其他就端看你个人怎么样了啊！这个450块钱台币买到，尽管还是跟以前的 Deluxe 比起来还是比较高，但是现在啊，物价什么都涨，这个也就如此这般了啊！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